剧组为每一位主演都安排了一位助教，并且呢，助教由你们自由选择。一会儿呢，大家稍事休整一下，咱们就开始训练，好吧？请多指教。叶帆，那以后就请多指教了。请多指教。我们一起挑选助教吧。我当然选黄雅瑜了。你的保镖？ 可是他好像并没有选择你啊，佛陀，我能做你的助教吗？